嘛？我要不拦你吃亏吃大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这还没成亲呢，俩人拉拉扯扯的，成什么体统啊？啊，有没有点眼力劲儿啊？嗯，没事儿，他愿意看就让他看着。陆岩，来吃点水果。哎，老于，你从来没喂过我葡萄吃，好你个登登啊！娶了男人忘了爹，哼！我问你，我跟陆岩被怪物抓走了，你先救谁？什么怪问题啊？我累了，我要睡觉了。不许睡啊！登登，登登，登登啊！祝融在吸取他的元能。帮你输送元能的时候，他很快就醒了，今天怎么还不醒啊？魂追术被屏蔽了。等等，等等，你醒了。哎呀，这一觉可睡得太长了，比午觉还香。你这不是睡着了，你这是晕过去了。你这次比以往更严重，原来你这活蹦乱跳的都是在骗爹啊。哪有这么夸张啊，我只是这几天赶路比较累而已。你看我现在不还是很结实吗？你是个没心没肺的丫头，要不是陆岩把元能输送给你，你今天都醒不过来了。呸呸呸呸呸呸！我于登登福大命大，阎王爷看见我都绕着走呢。好了，老于，别哭了。没事儿，放心吧。Mm-hmm.